你说，你有什么要问的？就是打俩球，眼睛盯不住球了。这个啊，不是，眼睛盯不住球，就是说一个呢是，咱们中国人说就是神散了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还是说你的训练强度没到那儿？你比如说你现在哎，打正手啊，打正手，来，弯点腰。走，转腰打，对，一天照着40筐这么打就没那事儿了。我说对不对？你那强度没到那儿。这预判也快，有时候球顶住了。不是，那都是后话。因为成年人打球啊。因为我接触的成年人特别多，成年人打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他认为他自己明白，因为看的很多理论，那理论很简单，然后就那么一句，你要打出那感觉来，没3年5年你打不出来。所以你比如刚才说这个啊，这件事儿，你比如打这个，现在咱们换过来打反手啊，打反手，你看啊，走。他反手问题就大，就什么呢？没有引拍，下手是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没你不管是拨带还是快拱，他有一个引拍出手，你那个手也是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引拍出手，你让那个动作呀，工作距离长一点，首先是来自于引拍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前辈一定要挥出去。工作距离要够长，你不要以为我工作距离越短我下一板会越快，问题是你头一板你没有工作质量，你最后就变成这样，以后你打不了球，那球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看啊，引拍出手，你把动作打开一点，引出，对，前辈挥出去，你看啊，你往右挥，别往前挥，引拍往右挥啊，引，对，引拍挥，引挥，引，这不就好一点吗？你别在这儿那么打，这都僵的呀。所以你慢打的时候就得把动作，你可以把你现在，你比如说我现在认为你这动作啊，只做到80%，就是那个大小那程度。你还至少有20-30%还能把那工作距离给拉长一点，引拍走，引走，先引拍往肚脐那引拍，对，引出手，对了，是不是？你的工作距离一长，你就觉得你加技术就好加了，因为它距离就这么短，你那个手腕手指就那不就变成北京人讲话，这是在那愣掰，那你哪有谱啊？他那个动作好舒展，他是靠距离来的。你看，拉球，你要这么拉，他怎么拉呀、啊？他说：“你看这儿，是吧？那手指都出来，这也一样。啪，这一下你不能说光敲打这下，他是从这儿来的，对不对？引拍，引出，对，对啊，你那个儿怕什么呢？没关系，没有来不及的。”只有你动作合理不合理，你就这么想这问题，你不合理，怎么着你也来不及，对不对？当然你不能大到那动作大到没边儿，就是你现在来说，完全都是不是说你想象的那样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前后多一点，一二，来，一二，对，迎出去，哎，迎出去，别少发力，借力，对。对，再出手，对，他给我的感觉，大家伙看啊，虽然说从现代乒乓球上讲，我们不接，尤其反手球不让拉回来太多，因为怕弧圈球给顶死，他这有点太远了，懂我说这意思吗？你这儿怕什么呢？啊，怕什么呢？对啊，对啊。而且我这个球啊，
对，对，别着急，对，你先引拍，对，还是球跟拍子有点近，不过也可以了，就这样，就是你别太近了再，好，好不好？还是练得多。不是那个，就是你那个击球那个结构不对，动作结构不对。你比如我没旋转，你也是这样啊？那我也是。所以你这个球，你知道吧？你想发力，就得靠这一段下死力，对吧？你就不能挥动中发力，你跟没有，你不会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没有挥动啊。那挥动是先引拍才能挥的。哪有搁到这儿去挥的？这怎么挥啊？下一代。对了，你得多打多球吧。得嘞。好吧。得嘞，谢谢妈妈。